说完等会儿，小伙子，你过来，我站哪儿啊？我现在以物业经理的身份郑重地问你一次，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是，不是我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件事就是你干的。是，不是我。你在这气我呢，是不是？你看你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屋没有外人啊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是，不是我。到底是还是不是？真不是我。哎，田经理，你对我是了解的，对吧？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最了解我，是不是？我赵刚子会说瞎话吗？不能开玩笑啊，街坊邻居，再重新说一遍啊，我赵刚子会说瞎话吗？会。你们说的对。田经理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有你什么事儿在这？哎，我俩啊，这个月你表现的可不错。嗯，这个月啊，有可能就成为优秀员工了，加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可不行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照我们这个赵副经理，差的那个距离还是很远的嘛，是不是？他，哼，没，哎呀，哎，赵副经理，哎，这咋的了？这是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是咱田经理的贤内助吗？这咋的呀？失宠了？什么失宠了、哎、还臣妾做不到呢。哎，小过来这个啊，我知道心里不得劲儿，可以理解，是不是？毕竟刚才田经理都说了，哎呀，你看人小脸儿这个月就有可能登上光荣榜了，是吧？赵副经理啊，别慌，因为你呀、啊、毕竟照我只差了一件好事，是不是？看看这光荣榜。哎哎，这怎么笑着笑着这还跑调了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算错了？是我差一件好事啊。啊，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又跑到我前面去了呢？啊，是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看着没，看着没，看着这整那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，你看着没？哎呀，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。哎呀，你真是心机赵，心机刚，心机子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心机赵刚子啊，你是啊？啊，赵副经理啊。是吗？我有那么心机吗？你看着没，干什么？又来了，又整那个恍然大悟那个样子，干什么？又整又整。我跟你说，赵副经理啊，你把这个好事啊你都做绝了，你都啊，你说你啊是处心积虑的表现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家可厉害了，捡过钱，捐过款，给别人修过下水管，是吧？救过火，送过水，给人老头捏过腿。你说你这么做你对得起谁？我对得起谁？我对得起业主啊。那你对得起身为同事的我吗？怎么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干了呗。你说你能不能，你放慢你做好人的脚步吧，是不是啊？你想想，你这么优秀让我情何以堪，你这么优秀让我举步维艰，你这么优秀让我怎么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？没事，你可以潜下水和王八嘴对嘴。嗯，哎，来来来，小脸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我知道你为啥不高兴了，是不是想上这光荣榜？嗯，现在还差一个好事儿，是不？嗯，我来帮助你。你帮我，你咋帮我呀？你看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呀，在这个四号楼门口，我发现有人呐就乱停这个自行车。明白了。我现在把自行车给他，我夸给他，我给他挪过来，就回来，咋的了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疯了还是怎么的？啊？那自行车我都已经给挪走了。赵副经理，你手咋那么欠呢？你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你那意思，你事儿管的太多了。哎呀，告诉你啊，这样，这件好事就算是你做的，
明白不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咱要得把话说清楚，这事儿算我做的，我说话算数。一会儿田经理来了，你就说这个好事是你做的，行了吧？这合适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什么表情啊你？我想想我就高兴。